观众奖金大挑战，欧阳泰歌曲诠释太丰富，竟让瓜哥误会啦。亲爱的流光，还有一个比较不礼貌的问题啊，你小时候有爸爸妈妈？有。唱得如歌如泣啊，好像是真的孤儿。对，在那边哭哦。他唱得非常的有感情啊，我们都被你感动到了。嗯，是你不落级的。收视第一的观众奖金大挑战，敬请期待。